求啊，工作能不能够比较轻松点点？千禧代的人嘛，永远就是寻找突破。We are warriors, we are fighters。我不相信两个人可以一见钟情。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个好妈妈。这个 strawberry generation, I don't agree with it。星期二特写，我们这一代。一月九号起，星期二晚上八点半，八频道。从一月九号起，你也可以在 Me Watch 免费随心水看星期二特写，我们这一代。你喜欢红汤圆还是白汤圆？红白我都喜欢。还是蛇鸟，可以多两个吗？好，小心小心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哇，哇的不，哇！惠子功夫要练好，游戏奖金不会少，4500块钱。4500元，你看。4500块钱，4500元。实力唱将李佩玲也将到整整线，取得1.2%的增长，没有陷入衰退。不过理想主义在新年献词中仍然警告，外部环境未来几年预计将不那么利于我国的安全与繁荣发展。尽管如此，国人对未来仍然应该有信心。总理也呼吁国人全力支持今年的领导层更新，并且与第四代领导团队共同应对挑战。总理在新年献词中表示，2023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，国际局势动荡不安，乌克兰战火没有停息的迹象，而哈马斯和以色列又爆发激烈冲突。总理也表示，国人以充满关怀和务实的态度看待以巴冲突，宗教和社区领袖也协助维护社会凝聚力。总理强调，我国族群和宗教之间的和谐关系得来不易。面对年，喜迎新年。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港，欢愉的音乐伴随着烟花表演，为民众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，正式步入新的一年。我积极的搭档。在北京历史悠久的首钢园，配合激情四溢的表演，民众在一片欢呼声中。David 只跟你说他没有 feel 吗？他有没有跟你解释为什么他不接受你啊？是啊，没有啊。难道一直都是叔公你一厢情愿？好像也有这种可能性哦。大小姐，听你的语气，你好像跟我一样失恋了。整个公司都知道了，萧公子追了我。这时，默契、人脉、应变能力大考验。那是 DP， 我们是以前是好朋友，但是他有用吗？